身为狩猎狂魔的铁血战士反而成为了任人宰割的猎物，千军万马中他们将何去何从？这些该死的土著丝毫竟被轰得渣都不剩，不讲武德竟然玩偷袭，我要杀光他们必定会得到长老的认可。这样都没轰死，这群域外邪魔当真厉害，众将士听令围剿之阵。这是被包围了，快开启隐身。爷你个巴子，这么多人围着连棵树都没有，你怎么躲开？提起你的武器随我杀光他们。杀你个巴子，腿都没了你怎么蹦的？没看到头顶的百万大军吗？你杀得完？老大说的是既然如此那就炸光他们。不错，不愧是我铁血战士的一员猛将，不过好不容易来此还未出手就团灭了，岂不是会被笑掉大牙？且看大哥杀他个片甲不留。老大你刚才还说我说啥了？且看大哥表演。竟敢如此挑衅我，伤成这样了还不还手。在如此众多的人手面前，铁血战士内心早已开始骂人，这一阵猛如虎的输出之下不过是掉了仅仅几十滴血。这他妈咋打，战炉都能把我累死。老大莫慌，我来助你。这铁血战士确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，炮弹都不能全歼他们，不愧是能独自遨游。龙珠是不是少了点？这龙珠数算多的了，铁血战士不过是肉体凡胎，能解决入侵就已不错了。对了王莽，你方才是说老猪恢复记忆了？有人吗？王莽你在吗？这声音有点耳熟啊，看来是老伙计来了，走吧出去瞧瞧。始皇高祖你们也在，太好了，你们可要帮咱想想办法呀。哈哈，原来是老猪啊，你这样子着实老了点。始皇，这会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咱有急事。你先别急，有啥事慢慢说。咱的妹子病了，御医说她是死脉救不回来了。原来是马皇后，好歹你先把她带过来啊。对呀，咱一着急把妹子给落下，咱去去救回。随后王莽便联系了荣城城主，而华夏唯一的仙家所托之事，对方那更是毫无疑问的爽快答应。我已经跟夏苍族打过招呼了，一会医院就会派人过来。说起来，龙头既然给他恢复了记忆，为啥不顺手救好马妹子呢？还能从中赚取龙珠，他竟然没这样做。确实，这奸商有龙珠不赚，其中必有古怪。瞧几位爷说的，本龙不过是想为你们节省点龙珠，怎么还把本龙想得这么不堪？那马皇后所得的病不过是一些真菌感染，其实很好治疗的。这是我们想问的吗？这不重要。这很重要。你们不知道本龙那是一个苦啊，大人严禁我们胡乱动用法力，以后兑换的所有物品将会标注实价，防止有人吃回扣。我操，果然你这金龙吃我们回扣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方才提到我们，难道除了你之外那位大人还有别的手下？
时大业，你们想想也就知道了。宇宙之大，平行世界更是多不胜数，本龙哪管得过来，只不过是管的东西不一样而已。本龙有一位老同行，那命才叫一个好啊，他负责的就是华夏自古以来的所有美人。我操，负责所有美人，这火梦的一定很喜欢。那你意思是你被你的同伴告了状？这要是让本龙知晓是谁在背后捅我，本龙一定要他好看。看来你与你的同行关系不咋地啊，可没少得罪他们吧？你懂什么，那是他们嫉妒本龙的才华。你可拉倒吧，你除了贱真找不出一样优点。咱把妹子带过来，王莽快速速施法吧。我又没法力，是啥法？什么？那咱的妹子怎么办？老祖的，我这可是现代社会，如今的医学水准足以治好马皇后。你看，救他的人来了。看到一身古装的众人，车上下来的几人不由愣神。这几人一把年纪，咋一身古装，还真是有模有样。就你话多，城主特意交代，这些人不可冒犯了。请问哪位是王先生？城主大人让我来接病人。我就是。老祖走吧，我陪你去一趟医院。医师，咱的妹子没事吧？初步判定是真菌感染，先回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您说句实话，咱家妹子能治好不？就简单的真菌感染，虽然麻烦点，但你放心，病人不会有事的。听到医生的肯定答案，朱元璋揪着的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多谢医师了。大哥，你醒了。老四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御医说你劳累过度导致昏厥，这几日你先好好休养，朝堂的事有我呢。那父皇与母后呢？他们休息去了。四弟，别骗大哥，说实话。母后她病倒了。什么？母后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病倒了？冯御医说，母后乃是绝命之脉，药石无医。药石无医，母后在哪？我要去看她。大哥，你别急，你先听我说，父皇带着母后去仙界了。什么？朱棣此话一出，原本刚有一丝神色的朱标，再次被惊的昏厥过去。大哥。不是救母后生病吗？怎么连父皇也先逝了？大哥，你理解错了，是父皇遇到仙人，然后带着母后过去治病的。父皇急昏头，老四你怎么也凑热闹？这世界上哪来的仙人？父皇定是被一些方式骗了。应该不会，我亲眼看着父皇带着母后进入那仙界之门的。仙界之门，带我去看看。就在前院，大哥，我背你过去。我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普通的古代位面，没有任何超凡迹象。奇怪，那为何之前系统监测到这个位面发生了一点空间波动？管他呢，只要这不是超凡世界就行了。早点把上头交代的任务做完，我们也好早点回归。再有三天，主线任务就出来了，我们先等着吧。